各位同学，今晚开始上课。各位同学哦，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好。哎，真欢喜哦，大家拢过来哩。认捌台湾，啊，认捌你家己啦。啊，这节课哦，背包的是，我不是我的我，我不是我的我。哎，单纯。有一点绕口令了哈，那主要这部这地方不主要是讲哈，那来认识自己，那到底是什么人？那出时间嘛，敢真正了解你家己，够够彻底。你所捌的，你所捌的台湾，你所捌你家己身份，可能拢是中华民国，哦，国民党、解放军所搞，啊，应该做。咱直接过来探讨看卖，吼、哦。嗯，好切嘛，对，好来。哎，这人大家应该拢捌啦，吼、哦。这李登辉，啊，李登辉吼，李登辉吼，伊其实嘛无了解家己个，你看，这开始啊，我是不是我的我？我的我不是我。啊，该拿老婆去了吼。啊，你发落。你听意思啦吼，伊应该是讲吼，伊知道这一把年，伊对家己嘛无解情的，所以才在追求说，哎、欸，我到底是谁？一个做过总统的人，一个细汉时是日本时代，大汉时国民党来接手，你看一把年纪的，搞不清楚到底是谁，还当过当总统。所以各位，你们真的了解吗？我们真的了解自己吗？好，各位，意思讲哦，我是谁？常常在问自己，哦，我是谁？哦，我来自何方？我情归何处？谁在下一刻？呼唤我，天地虽宽，这条路却难走。我看遍这人间坎坷辛苦。好，大家等等。那这不是感恩的事。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到底我是谁？什么意思？你有想过无？我来自何方？我情归何处？下一刻谁在呼唤我？我从哪边来？那我现在去哪里？有没有人可以带领我？我觉得这是台湾人的写照。天地这么宽，这一条路很难走。一条什么路？一条追寻国际地位平等，一条让台湾人走出去可以顺利一点的路。好像奋斗了好多年。李登辉奋斗13年，陈水扁奋斗8年，国民党不算，他可能也21年，没有间断，奋斗不出来。你们觉得这条路真的很辛苦？多少台湾的先贤烈士，为了台湾独立在拼呢、啊？台湾独立真的可行吗？阿扁总统没有拼过台湾独立吗？连这个总统呀？都拼不出来，这街路一日到晚画大道的，台湾国什么台湾国临时政府，因敢有代表？因一个基本职务，一个公务人员基本职位都拢无。陈水扁都画不定啊，一定画上面，我觉得哎，真的很辛苦。你还有多少热情？我们还能够留多少嘞？那是最后一句话，我们不认输了。这条路未行，搁找，哦，我们不要太像苍蝇啊，前面有光啊，拼命冲，原来是一片玻璃，冲不过去，可不可以绕一条路走？拜托了，拜托，就干我话题啊，两题啊，多好，没有注意这个东西，啊，他们这路扯这条路，试试看啊，哦，哎，先看一下他目前的社会，这个拾荒啊，你看这。这是盖牢的，这是盖牢的。
啊，老外人是讲，啊，都永远无代志啦，吼，啊，猛减啦，哦，啊，顺便锻炼身体，练习，这个是减这个干嘛？这个不是赚零用钱，就是维持家计。哦，台湾人口在老化，老人家照顾老人家，因为就很辛苦，啊，混不下去，烧炭自杀。毕竟哦，台湾每天都在烧炭自杀。我啊，平时拢不咧报啊，因为那你政府啊，你讲这种说不准报，你爱报吼，大家拢知啊。所以去年好像报一阵子，啊就无去报，啊现在报完之后就无去死人，毋是，歪报就好啊，你看好就做啊，我无看好了呀。台北市，你到多少个？农民啊，农民啊。跟迄农民无共款吼，诶，甲迄国民党诶行政院退伍迄农民无共款，即年轻人啊，啊，即呾官官财大小，什么题材？即卖年轻人一毕业马上负债，因为伊拢就学贷款，啊，薪水两万二，没有收入截止怎么办？哦。来，啊，这是台湾内部，那看咱外口，因为外口吼，像这个，这旧年代是点着，啊，其实菲律宾吼，其实东南亚那边很多海盗，那台湾人被抢，绝对不是这一件事情，只讲吼，可能是讲伊到西南，哦，那我再大一点，可是你会下新闻，菲律宾拒绝道歉，啊，代表因为台湾的舆论压力，菲律宾有道歉，伊讲啥，我只向家属道歉。他为什么没有向政府道歉？等一下来探讨一下哦。那这梁淑君，大家好，那跆拳道，对不对？然后奥运嘛，哦，那给我们比较棒。他后来不知道怎么样了，哦，最后又经过好几次的审判，判定说梁淑君啊，真正是个，伊讲伊真正有一点就是说违反规矩。啊，但是流氓政府讲，讲咧替他。打国际官司，一个一天的新闻，对不？你讲哎，等等，安乐，大家的乐，哦，没怕关系啊。啊，结果一开始就不打算要去打官司，因为他也知道，啊，那无够格啊，咱都不是国家，怎么去打官司？哦，他人就吞了啦。那从陈，然后从李登辉到陈水扁，等到这边。哦，先守护台湾，交联络部，重返联络部。哦，我就用绿色。李登辉开始做总统，做多久？台湾人就开始每年都加入去联合国，去抗议，说我们台湾是个国家，我们也要加入联合国。你看拢做几届了？陆陆续续啊，超十五届，还是十七届。啊！你顶去甲做二十一年啊！二十一年去十七次了，年年去。啊！自从马英九当总统就没有再去了。怎啊？伊讲我会招小兵，啊，其实毋是，我会招小兵，啊，本来都小兵，啊，路未出去啊。人家流氓政府都比我们更了解台湾是什么地位，所以人拢未抢讲去联合国。啊，咱讲台湾人真敢去联合国。十五届、十七届，你乃成功三五届就成功啊，唔免等阿金嘛。哦，啊，这告诉我们什么事情？你想到什么？台湾不是个国家，中华民国也不是个国家，至少你应该心里面有这个答案的。哦，阿亮啊，不是个国家，啊，不然把它弄成一个国家哦。这个我阿扁装的，我帮他证明自信好了。哦，先来证明自信，然后加入联合国，可以吧？你说我不是国家，就成一个国家嘛？哦，请问可以成立吗？也不可能哦，是这样，我是掉落地啊，真的没有一条路可以走哦。你有没有觉得很不简单？所以有些事情不是你拼命努力就有用哦，你要走对方向。那为什么那里国际地位不正常？为什么中华民国每年用中华民国名义重返联合国？我什么都失败，
那回来的时候就说啊，那个对岸嘛，哦，那中共嘛，中共反对嘛，中共不让我们进去。可是没有学讲过，那一边的人经常讲啊，血浓于水啊，被对岸盖统一啊，对不对？为什么不服我们一把？两个兄弟一起进了联合国，为什么不行？哦，啊，不然改一下嘛，台湾加入联合国，忙不忙？哦，你换很多名称都没有用，为什么？你本身就是有问题的人，你换个名字，杨某某变杨叉叉，还不是这个人，懂吗？哦，啊，如果可以的话，那是那些审查人员哦，啊，不小心被你蒙蔽了，绝对不是你真的什么变正常地位，哦，好了，他不说都不能加入联合国，而且国际组织都没有，那我们的人权在哪里？果然基本人权在哪里？所以他秘书长讲起来，他就用这个人权啊，去抗到美国，我基本人权给我，哎、欸，才够赢，无咱也是你干，你差这嘛无好，哦，真正方向走对，真的很重要，哦，来菲律宾多来买开枪打中华民国人，还有这个中华民国护照入泰国、越南机场。没有办法，那为什么要被阻拦？你把杜克这种代志咯，你若参加旅行团，可能无这种现象。要是个人出国洽商，吼，对吧？你很可能就这个。你讲遐吼，啊，你护照摕出来，有当时也变了歪变，就先放边啊，先处理别人的，要不然就先做他自己的事情。请问这时候怎么办？很简单。你就跟他说：“哎、欸，护照先还，护照来配塞美金，也是塞美金，哎、欸，不知道多少钱啊，就塞美金啊，然后再，不然有一盖就对了。他一定印度一盖吼，我就绝对贵啊，印度出头就绝对贵啊。啊是啊，那伊人吼，你也真厉害，因为咱呢吼，开始我当时国泰了，各位。”因为咱的护照吼是绿色的，那全世界只要是绿护照用绿色的，或是这个不是个正常国家的，或者是个流亡国家啦，哎、欸，不是不正常的国家啦，就是它的主权吼模糊不清的啦，烂啦，韩国啦，韩国嘛是绿色护照，啊西藏啊，大喇嘛流亡政府黑马是的，黑弄绿色的，好、哦，所以一看你贴出来绿色的就知影，啊这个人可以欺负啦。哦，所以讲，咱中华民国的台湾抗中华民国，我们是个正常国家，那个是在骗老百姓的，你看动机呢？哦，美国人喜欢讲话，哦，所以人家不是正常国家，啊，想办法让它正常，所以很多人喊啊，台湾要独立啊，独立这边国家，啊，其实不对，哦，为什么不对？来，先看人家怎么说，哇，这是一种大头，这种大人物，哦，连战。哎、欸，就连战吼，曾志平当选的时候，连战说他窃国，六型的这部位，嗯，那光明正大跟你们搞选举，你怎么是中华民国的人啊？哦，啊，不惜说台湾跟 ROC 都不是国家啊，然后当然美国总统再来抢啊，连美国总统都说你不是国家了，你还说你是国家，连一般老百姓还说我们是国家。啊，你要比布希总统更了解台湾地位的话，不如们，他地位未定，哦，你等会时间到了就要把刘洋正赶出去，哦，你知啊，你知啊，他可能一个人一栽啊，但是很无奈，哦，他可能很无奈，因为权力不在他身上，哦，阿扁这样来关，伊嘛直接关完，你是刘洋正，其实吼，很多上面的头。都知道自己是流亡政，哦，不只是国民党自己知道，他很多人都知道，知道又怎样？你赶不走他，为什么你赶不走他？因为美国说你可以来这边管理，啊、哦，蔡英文嘛讲嘛，你看，蔡英文说流亡政嘛，可是哦，蔡英文在2012年选总统的时候，他改口说什么？台湾就是中华民国，中华民国就是台湾。好不好？哎，这个蔡英文，建国160年，啊，这个
就是他们研讨会啊，啊出了一本书啊，今日你知？哦，作家跟咱迄迄新他论并驾，我后尾哦，就是研究他论第二个学问的。啊，叫三总统已经讲唔起啊！你看这蔡英文，为了选票，话可以颠倒讲。啊，这种人啊，是像2014票三总统，要不要等我们？迄拢是为了家己的，真的爱台湾，啊，有目的的爱台湾，好、哦。来，美国副国务卿警告：台湾独立意味战争。啊，搞独立的战争啊，我知道了，因为中共会打过来。台湾独立绝对不是中共会打过来，啊、哦，跟那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仅仅啊，我们不要跟他搞在一起，我们跟他没有关系。今天跟他有关系的是流亡政府，绝对不是本土台湾人。2007年美国国务院，哦，这种光棍，哦，潘基武，记得潘基武，中台湾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部分，可是电视上都经常说我们跟他有关系，不是我们跟他有关系，是台湾的那个中华民国跟他有关系，一起一家照顾了，哦，我那是中国那边的人，我也会想办法把中华民国怎样，把它消了。今天好，个人各聊个人立场，但是我们现在是台湾人，我们以台湾人立场，为台湾人发表啊，哎，重返亚洲，那2009年开始就讲了，哎，当初咱2009年其实咱已经 OK 啊，咱的控告美国，哎，基本步骤啊哈，都差不多 OK 啊，咱讲要重返亚洲，重返亚洲，那表示以前他们就曾经来过亚洲，现在要。再回来，那回来总要找个地方落脚吧？找哪个地方落脚？应该是台湾。哦，哎，等一下都会慢慢讲。我现在先丢一些问题，大家来思考一下哈、哦。美国司法部国土安全局，你看，台湾目前只是美国认同的中华民国在他的占领跟有效统治，哦，就包括北。跟你讲得很白了，哎，你哪不知呀？哎呀，你台民政府人哪拢唔知呀？啊，外口人咱拢唔知，因为外口的新闻拢是假新闻，甚至那一天只播一次。哦，比如哎，十点看到，哎，啊，十一点搁准看嘛呢？啊，准无啊？啊，无十二点怪顺者，无啊？规天搁顺一届拢无。啊，台湾新闻差一点钟就重播一次，一点钟重播一次。所以你说十点多没看到，十一点多应该有，可是就没有。我认为的哈，叫 NCC 怎样？卡等，哎、欸，这条没得个补啊，哎、欸，所以你都唔知啊。啊，你喺网络上查，你只要银行报废吼，你网络上查拢查得见。啊，你个电视多大，你个大陆，有无你知啊？他不想让你知道，可是他又不能不讲啊，因为他对国际要有个交代。我问过了，哦，是他无所谓、欸。哦，会得你，我。联合国会员必须是具有国家身份。哦，不怪你十几届。没办法成功，那就代表这个问题嘛。谁说台湾是个正常国家？谁说台湾等于中华民国？他带啊，日本是包含台湾。2010年，就要瓦库年，对不对？好、哦，2012年，好、哦，2012年，你看钓鱼台，美日安保，你讲吼、哦，钓鱼台哪有代志吼？日本爱出来，美国嘛爱出來，啊！你中国出来创，那个土匪啊！迄就是迄引导，迄就引导的，迄甲三个囡仔同款。啊，只要物件我爱，就是我的。哦，无抢无着，就开始哭，开始闹。迄个中国，啊，三岁小孩，啊，你大人跟三岁小孩理论，哎、欸，真正吼、哦，有嘴讲明呀，你不觉得吗？对不对？一个三岁小孩，你一点头，你该插东插西。你讲道理，他听得下去。所以讲钓一台吼，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中国听得对。哦，哎、欸、呀，真的不是个国家，也、欸、不是、啊，不是个先进国家哈、哦。来博瑞光，哦，不能暗示对台湾有主权，哦，好了，因为这样子两边讲啊，哦，你还坚持台湾等于中华民国，中华民国等于台湾，我刚刚。讲这种话，一般老百姓不知道就算了。就是你台面上天天出现的人，你还这样讲，
唔对啦，唔对啦，吼、哦，真正啦吼、哦，真正是吼、哦，把整个他人哦搞得怎样，迷迷糊糊的，哦，台湾不想要国教的讲，啊，这都难讲的，吼、哦，我是讲，不要说我们自己讲，我们自己讲哦，啊，你台讲袂准啦，我拿到别人讲嘛，别人讲，别人讲，你总该要接受的，哦，对，哦，我们不带感情，哦，来了解一下好不好？啊，恁这吼。我让这句话，让我较独家，较换哦，较换礼拜吼来提起。啊，这句话你肯定吼，会使提在厝诶，提在厝诶。哦，啊，内底有空格，啊，你可以自己写写看。哦，等一下我们会公布答案。哦，来，那看了那么多影片，大家来想想看，台湾到底是谁的？哦，来，第一个，中华民国宪法上固有的领土。哦。至少他们说二次大战之后台湾就归中华民国了，所以一台湾是中华民国固有的领土，不然二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，你觉得是哪一个答案？好，不接当然的，不是你中华民国的，那不是你中国的，哦，是咱当然的，这算多少？啊不，今天我来讲，好像也不是，啊，不然多一个选项。旧金山和平条约，日本放弃台湾主权，台湾已是无主地，无人呢？来，见证三喜回去了。不然又一有没有一的？二的？哦，第二的还算哦。虽然说脑袋不是很清楚，至少没有很严重的哈。啊，不然三还是？三的举手。好，啊，四的。没人的，想就想的，然后公布答案，答案一不对，二不对，四不对，三也不对，对，以上皆非，以上皆非，朋友，什么人了，好，来，好，不知道，不要紧，来，过来他听讲答案啦吼，来，啊，台湾人是虾米？是虾米人？哦，台湾是谁？不知道。啊，不然台湾人是虾米？无一定，咱台湾人咱要解释，咱知影台湾是谁。好啊，啊，中华民国的，啊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。咱是台湾人，我是中国人。哎，咱再算多一个，咱是中华民国的，应该无人跟二这个，吼，二这答案啦吼。啊，一二三，你跟什么？哎呦，你啊挑三会有问题。那我原住民，我高沙族原住民。我哪无中国人的血啊？你讲我是中国人，哦，因为你在咱们江边就该变成中国人，那也不对。哦，来，我来讲，这一二三，如果你不能选择，啊，主要参考答案。蒋经国说，我也是台湾人。好，有讲一定要讲啊，不然这个。这个马小九说：“我爱台湾。”邵成辉都是台湾人哦，那怎样回事？当年啊，2011年的被算中号嘛。哦，他儿子是台湾人，邵成辉我都是台湾人。哎，当年那个关于台湾人啊，那最难了。来，挑三的就，一的，二，三，好，来公答案哈，一不对，二不对，三也不对，还是以上皆非啦。哎，我的答案。在台湾内，两条拢以上皆非吼。啊，咱都唔知。啊，不过你若你有啊拍分吼，一定有人选这几个答案。啊，其实这几个答案都唔对吼。哎，我是台湾人啊吼，至少我不是台湾人。那你台湾人是什么人？你只说你是台湾人，那你是属于哪一国的人？你要讲清楚啊。对，你是本土台湾人啊。啊，你本土台湾人是属于哪一国的人？每个人都有一个国籍。公布答案，不要答案让我们听啊、哦！是什么的？哪一国的国籍？对，哎对，那一顶东，我们一直都不知道我们是这个国籍的人，我们是这个身份的人，所以一直走不出去。那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，那我们可以走出去哦。问题是，你全台湾知道的人，
我们假设以办身份证来讲，嘛才两万人尔，对不对？两千三百万，还是两万人？你比例很少，这才是答案，这才是正确答案。那为什么这是正确答案？哦，他哦不要讲哦，来，咱今麦先来证明说，怎样的人叫做本土台湾人？你如果是本土台湾人，你就是大日本帝国臣民的人。好，那什么叫本土台湾？来，那来举例讲哦。借人哦，借人讲要来申请，哦，要来申请拿民政府的身份证，他就来，那我就先调查一下你爸爸妈妈，哦，那你爸爸妈妈结果都是在什么二次大战之后才出生的人，好、哦，你爸爸妈妈可能民国四十年左右啦，安尼我再搁查你爸爸妈妈顶头的，哦，就是讲查你阿公阿妈、大公大妈，我、哦、来看一下这妈妈。妈妈的肩头，外公、外祖母，哦，外公你看，哦，日本时代就在台湾，有日本国籍，那这外婆嘞也是一样，哦，他们是这三这两个就是什么，在日本时代就已经在台湾，哦居住，还、啊、有日本国籍，就单讲本土台湾人，这两个本土台湾人生出这个妈妈，本土台湾人，这三个就本土台湾人，就真正。前面讲的他呢，来来看一下爸爸，爸爸不知道呢，好，爸爸往上找，哦，来公来妈，哎、欸，这来妈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本土他呢，啊，这阿公呢，不是，啊，这阿公的是什么？流亡政府带进来了，那个不叫龙，那叫烂，啊，跟本土他人结婚，啊，这个是咱较早咱咧讲的，那个外省人，对不对？我较早讲叫外省人，啊，外省人对不对？阿山啊。而且阿山啊，刚刚这些本土人结合，这些爸爸叫什么？半山啊，这些不是本土他的，这些是，啊，这些到这位，这些叫什么？拍谁？因为这个，所以这个一半山啊，所以他不是纯种的本土他的，所以他申请身份证，伊就不是纯粹的本土他的，哇，啊，这些不是本土他的，啊，这四个是，这两个，这些不是。这些嘛，这些纯粹不是，啊，这个是一半，啊，一半就算不是。请问这个是什么？本土他人，啊，这些不是，这些半山啊，半山啊，跟本土他人结婚，这个一样，非本土他人。如果你是这个，这三个啊，都不是真正的本土他人，这三个就不具有大日本帝国的臣民身份，没有，他们的国籍不是日本籍。这个什么国籍？这是中国籍，你是中国籍，真的。哦，啊，你去外口后尾当招身份证哦，我是刚讲招这四个就好。哎，这四个较济啦。你真正这种的吼，伫台湾吼超三五百万人，啊，剩的拢是呢，所以上少嘛一千八百万人，这较少啦。而且这算家己人嘛，家己人较少啦，懂无？你阿公湾，我们取得四十一万张身份证，我们就取得证件。我问你，这个愿意跟你合作吗？啊，你取得证件，然后跟我们走，那我不要办了，你懂意思？哦，可以听啊，一般情形你也当按哪找人啊？哦，好来，那要看一下哦，啊，人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吼，人即摆两国啊，我阿妈一个哦，一个叫习嘛，是嘛，叫习近平啊，阿七，哦。啊，你若无规定嘛，袂要紧。你老蒋话18%，你看，哦，各农民各什么津贴，对不对？啊，农民死掉了，对，啊去到中国找些年轻太太，年轻太太搁领半薪。啊，你看过年过节，你看，这些农民之家，啊，这些行政院退会，那农民之家，那就要让人，个人送礼物，啊，就叫他上头前，啊，两个老人家背老人家，那本土台湾人，人这不是本土台湾人。所以他无感动，咱家福利都无感动，真正是无感动。哦，哦，你看人咧外包，你看，哦，你看钓鱼台，你看咱合作，你看，哦，讲要包去钓鱼台，啊，你也去讲像一样差，你搞什么？你看国军、共军都是中国军的，哦，啊，这是民进党诶，是去年的，去年还前年的，一上海呢，甲中国那边的高干啊。底下咧酒店啊、饭店啊，吃香喝辣，吃完了还有一性节目呢，真正啊，人家卡拉 OK 底下跳舞，
你选去你转票国民党，甲转票民进党，拢同款意思啊。卖长了啦，卖长了吼，来啊！出去是啥物敢举国旗啊？出去拢举这個，就是讲咱参加奥运啊吼，参加国际比赛啊，吼只能带这个。啊，另外这个国旗要讲插出来吧。台湾如果是他的这支国旗，就插到南投。我为什么不敢？因为他名字叫 Chinese Taipei， 伊毋是 Chinese Taiwan。哦，强音台北，你等哦，注意他会哦，亲戚朋友哦，笑脸啊，出国比赛，好好要从电话要写青天白日满地红，哦，青天白日满地红，国旗，对不对？哇、哦，得奖的时上台时跟他牙刷，好爱国，对不对？然后第时来报啊，啊，很空，你这一拉出来代表什么意思？你向全世界宣布，我喜欢流亡政府，继续来统治我，听懂吗？哦。所以现在外口人咧唱个，人咧什么唱国歌啊，唱中国中华民国国歌啊，升国旗啊，我笑听下去。我感觉介无共款，吼、哦，来认识一下吼、哦，你中华民国吼、哦，甲国民党吼、哦，你要说，这点有共款无？就乍看之下好像一样吼，其实无共款，你知道？这些什么？中华民国的国徽，跟中国国民党国徽有什么差别？看出来哦，看出来无？这个万丈光芒吼，是较进步，你看，啊，这无，这半中会失火去。个中华民国，你看这代表什么？我国民党比中华民国大，我国民党比中华民国大，国民党管中华民国，啊，这国民党的什么外国办公室？啊，这个是什么旗？这个是国民党的国旗还是中华民国国旗？你看无？因为这外口都一连吼。啊，这无你无法度分，所以这党旗啊、国旗我嘛唔知影。啊，这得到光芒，写到进步，所以是国民党，是啥物件？你记不记得？救国团个，社教馆救国团差几个？你想问？救国团吼，伊拢公有地呢，啊有付租金无？听讲有付租金啊，啊嘛听讲无付租金。我有够俗的啦，嘿，一个月什么几十块的啦，啊，几百块块，啊，地占有够大个啦，啊，我国库通党库，以党领身，以党领军，以党领国，有错吗？你光看这个都知道了，哦，啊，这几年，这几个月，冬季奥运，好不？哦，来，你看这个，无好的拢讲台湾。不好的都说台湾，你看媒体平常不是很爱自称中华台北，这时候就翻成台湾。别国外发生不好的事情，就讲台湾，哦，丢脸了、欸。那如果在外面发生好的事情，说中华民国就怎么样？这个西藏，这吐蕃，这流亡政府，那就达赖喇嘛朝怎么样？绿色护照，哦，看护照颜色怎样？护照上。最值钱的是蓝色的，蓝色护照最值钱。啊，当然也有红色的，我不是我说，所以蓝色是蓝色系列的啊、哦。啊，红色系列，蓝色护照最值钱。哪些国家是蓝色护照？美国跟加拿大，直接买机票就出去了，到当地再办签证。啊，那红色也好未必。哦，那那绿色的哈，你我别注意看嘛。但足侪人吼，什么的什么的。单骑闯天涯，就是讲骑机背啊，要环绕全世界、哦。跑步要跑全世界。哦，啊，背包客要跑全世界。你问看卖，你回来时拢甲你讲，我们在哪个国家遇到什么问题？护照的问题，出入证的问题。那就是因为你是摕绿色护照，你若摕蓝色护照就没有这个问题，搞不清楚了啊。哦来，这是最近的、啊、哈，你看，哎。这美国甲日本，你看，哇，很加慢嘞吼。你看有啥物无？美国跟日本第二次大战，你是敌对国吗？还丢了原子弹，哦，对嘛吼，还有丢原子弹嘞，是要这样吧？已经进了喇叭吼，对咱台湾来讲吼，本来是安全的，哦，
你也知道吼，全世界强国啊吼，这两个啦，一个是第一名，一个是第二名，军事强国，这两个，一个是一，一个是二，哪一个是第一名，哪个是第二名？你家去查，好，啊，你们专，你们秘书长也来讲，这是两个世界强国巨人，外公，那我们台湾很小，没关系，旁边的巨人很大，只要这样子看，看起来啊，按照跟巨人悲观。同意了哦，我就跟巨人一样高，哎，咱差的，跟他一样高，所以我们只要他们在哦，中国啊，啊，华人很大的事，哎哎，一种话送你，哦，要当成公子哥，来，陈水扁哦，被关了好几年，考不出来，一开始在找答案，他说一句话，在我任内，我曾多次接受 AIT 主席的指示行事，影响到总统决策。你想到这个公司，他帮 AIT 办过很多事情。好，来，台湾中华民国要收 AIT 管制，答对。那请问 AIT 是什么单位？啊，美国一个政府机构。错，不是。AIT 是美国一个民间机构、民间组织。你讲美国政府啊，授权给他，啊，你到台湾来，好、哦。管理一下，帮忙处理一下我台湾的问题。那他就跟中华民国打交道，所以中华民国要跟 AIT 请示。那美国有事情找 AIT 过来，就 AIT 就变成台湾跟美国，或者说中华民国跟美国去，应该说中华民国了，不应该讲台湾。中华民国跟美国的什么一个对口单位？啊，你想到我之前讲过，这是一个民间组织。啊，你中华民国你也是国家，我问你。那一种民间组织管国家，你捌听过？只有民间组织管理民间组织有道理，民间组织管理国家，笑死人，没有台阶啊，没有那种逻辑啊。所以说，你中华民国是个国家，从第一张的投影片到现在，一直在告诉你，你不要跟中华民国搞在一起，你跟他搞在一起，就跟他一样，不是个正常的国民，不是正常的公民，哦，不是正常台湾人。啊，美军占领台湾，我要重点，这大家要团结就好了哈。这甚至很多讲师啊，都会演讲嘛，都会讲一挂讲一挂哈。哎，白宫哦，美国是常进的，今天台湾的这些地位啊，不清不楚的啦。哦，其实你要去找美国，随便搞个大法，啊，美国又不太喜欢跟你讲明确答案，只告诉你你不能这样，不能那样，不能这样，那。啊、他都不跟你讲，那你们可以这样，可以那样，你把他们来供，哦，哎，因为他知道，虽然讲啊，我可以管理你们台湾这块土地啊，啊，不过美国不是台湾的主人，已经这样，你台湾的主人，所以他只能说你不可以这样，不可以那样，他不敢讲你可以这样，他不能下指导棋，哦。哦，啊，所以很多人就说，哦，那美国是坏蛋，哦，可是哦，你刚刚看过那些东西，应该觉得说，那这样子哦，美国在控制台湾，美军是不是有占领台湾？哦，美军真正是在台湾，哦，还搁问一个问题，加入 WTO 为什么是以独立分离关税名义加入？台湾最后，中华民国最后以这个独立关税名义加入。那这是个不正常的国家才会这样子，哦，所以要独立分离关税名义，哦，你讲，那台湾已经跟母国切割，那中华民国又变成一个流亡政府，可是他的老百姓还是需要跟国际之间接轨做协议，那以另外一个名称叫做独立分离关税名义，好，哦，你讲令主权不正常。哦，没有完全主权，你不是正常国家，啊，这就再告诉你，台湾人，中华民国不是正常国家，哈，哦，啊，这小结论的时间不讲够了，嘿，哈，安来调节的很啊，哦，来，真正的台湾主权现况啊，应该是这些，你讲真正决定台湾主权的，你莫听外口人在讲，除非他有牵扯到这些东西，好，哦，来，马关条约、旧金山和平条约。日华台北合约、台湾关系网、开罗宣言，哦，大部分的如果不用感情，
讲道理，通常会扯到这五件事情。啊，其实真正决定台湾地位的是上面这两个娘娘，底下这三四五仅供参考，哦，不要也无所谓。日华台北台湾，去年前年哦，马英九出来讲一干，讲台湾是什么地位，哦，这边日华台北合约啦，已经变中华民国的了。我讲，1972年，日本跟中国建交之后，这个日华台北条约就主动失效了，就有明文记载，主动失效了。你马英九再拿这个来念什么念呢？你还讲什么？哦，那为什么当初会签这个？因为有旧金山和平条约，然后中华民国多少年，所以那个加签这个，因为旧金山和平条约中华民国没有签字，哦，在美国关系法。美国关系法，你上网去查。美国关系法，陈列行还是多少？对不对？中美建交嘛，哈，还是中美断交？听无哈？哎，中美建交，中美断交，就中华人民共和国跟美国建交，对不对？啊，制定的，你当初就否定中华民国不拥有中国主权，那重新签订台湾关系法，好，说中华民国只是他的治理当局，当然治理当局哦。那个自己当局，你翻那个原文书，把你写复数，不是单数，写复数，复数代表什么意思？台湾的自己当局可以有很多人来当，现在是中华民国在当，哦，开罗宣言，以及新闻公报，开罗宣言有一个人叫做沈建德，哦，因当年在查，然后到国民党以前毛泽东办公室啊，什么纪念馆。去查了说，哎，开罗宣言没有签字，啊，其实开罗宣言本来就没有签字，因为开罗宣言它只是怎样一个新闻稿，透过广播念给全世界，一个新闻稿透过广播念给全世界，怎么可能有三国签名？对，当然没有三国签名了，哦，但重点不是在有签名没有签名，其实重点是来对内容，对台湾是没有用的，哦。等一下再讲，好，好啦，结论哈，光结简单结论哈，中华民国其实已经创上瘾了，哎，好，2011年取消国徽，好，2012年国务院的官网已经取消了，好，没有 ROC 的，哎，那中国流亡政府在台北，迁入台北，这也用了好久了吧？二三十年有了，啊，一口吧签了之后，两岸的中国人和平了，统一了，这个都告诉你已经不存在了，你还在喊中华民国，你直接话送你，啊，哇，这都不是我们乱讲的，用新闻哦，那介绍一下流亡政府哈，全世界不是咱中华民国在流亡的。连二次大战、一次大战，很多国家都被消灭，哦，韩国不见了，叫日本，然后就流亡到上海，不是流亡到中国嘛 ，Korea 上海嘛，那法国被德国消灭了，法国政府就流亡到英国，不对，流亡到伦敦，波兰流亡到巴黎，比利时也流亡到伦敦，所以你看，就用国家，然后加城市名。啊，这不是国家加台北城市名，啊，人拢流亡政府，啊，你不是流亡政府，你是啊，你是啊，干无同款，你这样子谁相信啊？啊，这种流亡政府就是流亡政府啊，无你好大，你讲你是 Chinese Taiwan 嘛，对不对？你怎么讲你 Chinese Taiwan？ 你台湾，中华民国叫台湾，唉，卖皮了，哦，他能认出中国人吗？哎，这些都可以告诉你。不要再自称自己是中国人，哦，我们都被姓氏的。哎，马英条也把做切割，林玛丽啊，这个医生啊，他还做基因研究，哦，台湾人死后魂归何处？台湾兵啊，跑去中华民国壮烈死了，没啦，去靖国神社了。靖国神社有听过吗？日本人的，哎，那是日本人啊，哎，来介绍一下，你看，人这种写册哦，哎。我全党23名，全面四姓，啊，四姓的光你改一定，你喜欢
哪个姓氏啊？欸、不是啊，不知道，一半时间帮你挑。哦，所以有第一道有足多吼，足多乡镇哦。我、哦、那个乡镇怎么都是都姓施的，都姓萧的，有没有听过？鹿港都姓施的，哦，鹿港是一半。啊，下头拢对拢姓萧，就下头有萧对真，哦，一个是一半，一个萧对真。如果咱那中国，咱那是真正为中国来啊！你规个姓氏的吼，拢姓氏的拢为中国来，哎，恁姓萧拢规拢为中国来，哎，多庞大阵容啊！啊，规家拢来，啊，都规阵头拢来，啊，规阵头拢在下头，啊，规阵头拢在落岗。讲汉事啦，莫讲较早啦，即嘛嘛无材料，对不对？哦，那咱刀就怕，哦。哦、我们留着不同协议哈，就不管我们哈，应该跟你查查哈。那东西什么？生番、变熟番、变汉人。好、哦，生番、变熟番、变汉人。这只是什么身份地位的改变，血缘基因不会改变。那喜安庄那做谁呢？甘满做汉人，因为哦，伊当时来关人带。还有政策嘛？然后第一拿来信我们的姓氏，规划我们汉人，我们就给你很多优惠，哦，小孩读书免钱呐、啊，哦，几年免抽税啦、啊，哦，一块地啊，给你免费耕种啊。第一年不爱玩玩，第二年不爱玩，第三年啊，好啦好啦好啦，公平啦。为了活下去，所以你就变汉人，那汉人又给你什么？哦，家里很多文字啊，很多文化啦、啊，对不对？很多传统啊。啊，那原住民哦，那那叫生番哦，那么文字的、啊，感觉上矮人一级。啊，久了之后不讲自己是原住民，不讲自己是本土台湾，讲爱是汉人。人家改做啥讲改是汉人啊，你讲咩啊？啊是抽血验基因等西啊，哦。来，这一张林妈丽的研究，伊讲吼，要查你的血缘哦，查妈妈就好，所以话动物吼，动物都是母性社会，只有人类是父性社会。那么人类是违反，哦，大部分的人类啊，大部分的人嘛，罗马提供父性社会，其实违反自然，其实应该是母性社会。你看动物都是母性社会，有啥安怎讲吼？妈妈的基因会传给女儿，女儿再往下传给女儿。但妈妈的基因也会传给谁？也会传给儿子的，哦，但是就怪怪的，就是会一路往下传，就是女儿。你看你注意看吼，无些这里的吼，比如说这小孩吼，曾祖父、曾祖母，你看这基因吼，我这是土黄色，这是紫色，你看生出来有无？土黄色有无？都无这紫色，吼、哦，很难记啊。啊，这下一代有无？有，你看像爸爸基因更加无条，拢是妈妈这边基因。我这什么红色红色红色不紫色紫色紫色，所以我人民玛丽吼，当时不是在广告的，当时验基因啊，啊真正你都拢按人家在吹就好啊，找妈妈找女生就好啊，都一路往下传啊，不会受爸爸的影响，啊吹你都直接本土台湾人，那现在你又讲你中国人，再看这个另外就分支什么讲法另外。另外在日本人，你看日本人刚才布农族泰雅族，哎、欸、反而是同一个支系。不，啊，自称是闽南人、客家人，其实也是南方的汉人啊，不，是南方汉人，不，这同时是，你看北方汉人比一边较顶头去，哦，这第一切来对咯。那唐三公，啊，真正有人唐三过台湾啊，是啊。那唐三过台湾，到底留下多少基因？来台湾的？十个来，六个死，好、哦，然后三个留下，一个回头，就十个来留下三个人。可是这三个人活得好好的吗？不，来加各帮派，好、哦，毒蛇猛兽，哎，中国来无免疫力，所以这三个啊，很快都死光了。那怎么办？改良品种嘛，农作物改良品种嘛，动植物改良品种嘛。所以唐三公的垂案这边，台湾。哦，台湾嘛，啊，改良品种啊，改个几代之后啊，那就对这疟疾就有抵抗力。所以
所以日本人都要接收台湾嘛，是足侪人，主要都是因为这个。哦，啊，所以恁中国人都大啊，对不对？而且你看哦，有出差的，那有出差的习惯的。你外来，我北来，你要用台式。我那牡丹社事件，还有一个什么美国的罗发号事件，那种叫咱原住民台式，被原住民杀死的。所以你可以存活多少？唐三公，哦，这样 ，OK。啊、再看一下民族性不同，我现在唐山公，你看中国人是安尼，好几个手一个地方，咱原住民的一个人就好。哦，咱就真正咱较强悍，咱真正咱较强悍，咱伫个体型上、观念上较强悍。可是真正其实咱的内心吼是较善良，但是真的遇到危难的时候，咱是比人较厉害。所以咱高沙族啊，帮日本人啊打过多少胜仗？哦，那日本人刚进来的时候被高沙族屠杀多少？好、哦，那你觉得至少在体型上、在体格作战，我们是个强国啊、哦。海军啊、哦，然后中国人真的很爱台湾啊，你来看这阿伯阿浪干，唐景庄我听过，邱逢甲我听过，刘永我听过，马关条一签之后啊，日本人进来，想要日本人进来算了、啊，化妆成老妇人的模样，所以台湾人去给阿婆浪干，就浪尿尿的。哦，这个刘永福撑比较久一点，因为他驻守台南，他就等于先到，啊刘永福撑了一阵，到日本兵啊快要打到台南的时候，他到，因为伊是来创啥，伊是来加钱啊，做个临时官，做个三年，回去之后升官。哦，啊，因为有犯错，他三年就回去了。啊，重点就是讲，你在家捞钱，天高皇帝远，三年官，两年满，两年靠底下点满满，哎，他们不会爱台湾的，哦，哎，来问个问题哈、哦，来吵一下那题目哈、哦。日清甲午战争签订马关条约，清国皇帝将台湾全岛及主权永久割让给日本天皇。哎，上了两天课，应该有上到这个，对错？对，举手啊，坐，举手啊，不能举手啊、哦，大家都承认是对的啊、哦，看答案啊、哦。为什么？怎样？哎，咱是讲过，头前讲过了哈。中国来两百多年，只有六个汉人吞垦区，他没有拥有台湾全岛主权，他也从来没有治理过台湾全岛，他怎么可以割让全部台湾给人家？当然这不是你的一个话嘛，错，哎，这两个签马关条约，也是日本人接他的，哦，这两个人接中国李鸿章，哦，李鸿博文，哦，来，这么简单，日清甲午战争签订马关条约，啊，就过来，